好了，应该我有补做一个记号，拿签字笔做一个记号。如果他再松脱的话，用看了就知道，就不用再冒险用手下去锁，再下去试。好，那我的考尔这样子应该是 OK。偶尔跑上面，这样子应该是 OK， 它就这样子滑动而已，震动。那汽油泵补线这样子固定，来试试看。哦，对了，发动之前我先各位讲一下，像这一颗的话，我之前有讲过，如果说是自动主风门要，你要去看它是好是坏。基本上很简单，就你发动以后，它发动以后，它才会有电给它，所以你必须发电，发动以后才能测试。你发动，如果有提速，那当然就是正常。如果都没有提速的话，你可能要先看是线路的问题，还是这一颗的问题。如果说，等一下。像这个插头，你拿一个12伏的电灯泡，或者说有电表最好，有电表就你就直接插，你打到20V 直流档。如果你发动的时候它有电过来，有12V 过来，因为这个是直接由电盘供电嘛，你电盘有转动，它才会有电，它才会去加热里面的石蜡，让那个主风门去做动。那如果这边有电过来，你发动很难发的话，你先尝试着把车发热，发热以后你可以摸这边，你直接摸这边就知道，如果这边会烫，它一般它就是好的。当然了，如果它也有可能就是它有热，但是你的石蜡里面那个有一个桶的蛮粗的一个铜制的东西，里面石蜡关在里面，如果石蜡漏光了，或者说石蜡坏掉不会膨胀，它就算热，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类似导电的东西，一个电热器吧，然后它会去加热石蜡，石蜡膨胀以后就把针堵住，就 Q6 的功能就关闭。所以说如果要测试的话，就是拿个 12V 的灯泡，灯泡应该是每分正负吧，反正有导电灯泡就会亮。那要不然就是最简单的，就是最准啊，就是拿电表插它，如果你发动它会有一个12伏以上的电过来的话，就代表你的线路是 OK 的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我们来发动看看，算不错，应该算有好一点，因为它自从不好发动以后，你在加油门的瞬间，你节气门刚开启的瞬间，你会发现是空的，它有点好像会倒吸气那种感觉。基本上你只要是前段这边漏气，前段这边漏气都会有这种现象。你就是你在加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段是空的，然后它会转速会倒拉，你会觉得有点降转速的感觉就对了。然后
我们看到蛮同步的，但是你如果有那个加速泵的话，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哦。你一直这样子的话，加速泵会一直供油，会造成那个供油过浓，你也会有那种有点类似浓过的感觉。好，目前这样子感觉都 OK 了。我大致调一下混合比好了，因为我的混合比，大家都说混合比调在两圈出头，但是我发现我这台车我要拉到可能，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之前有说过我这台车是二右三分之二圈，就两圈半多一点点，它的那一个点它会提转速，但是可能之前都是有漏气，所以变成说我供油要比较重，然后我这次会把它调低一点，稍等哦。因为我不确定我之前的漏气状况，因为漏气很严重，一定会造成马上立即的反应。我现在就觉得有可能之前漏气很轻微，所以我的混合比要比较浓一点点，才会符合它的吸气量。因为你偷吸气嘛，偷吸气你的进气量大，你也要跟着上去，它才会有一个那个空燃比出现。那我现在如果把它堵好以后，应该是没有在动。我把它堵好以后，那我现在混合比稍微回压一点点，因为我也不敢贸然的说太多。等一下如果过热裂缸头就更麻烦。那再发动一次看看。不错，一触即发。目前看起来这个方式应该是先解决了啦。我这两天骑骑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再跟各位回报。你仔细看我的怠速螺丝哦。有没有？我这样子就已经没有碰到这一个。有没有？我怎么转它都不会动。这就是我上一次说的化油器归零调整完以后，我只要动一点点，它怠速就上去了。这样讲懂我讲的意思吗？我的怠速螺丝只要碰到这个调整杆一点点，它怠速就会开始做动，就是空燃比有变化了。好，老天鹅振作，不要再给我出状况了。我现在要赶快忙很多事情。好啦，那我赶快组装，我要继续忙别的事情了。那今天这个偷吸器螺丝滑牙，然后的补救方式跟死马当活马医，就这样子咯。谢谢各位。哦，对了，我忘记说，为什么我上一片会说换一片新壳？因为我上一次被外送的撞到嘛，我这片换掉。然后因为你整台车换掉，如果我的引擎状况都非常好的话，我可能会全部换掉，但是你因为车祸的问题，你必须请车行开估价单。那车行开的估价单是很夸张的，我大概他那个价格我都快可以再买一台二手的进站了。所以可能我就是跟对方沟通，然后我先把真的需要换的、有立即需要换的东西，我就把它换掉。像有破的、裂的，我都换掉了，断脚都换掉。我换了这片、左右管道，
那其他的就看状况了。如果老的都整理得很好，可能现在化油车越来越少嘛，就尽量让它漂漂亮亮的。好，今天老天鹅中风复发，然后解决的过程就大致这样子，再发一次给各位看。还不错。好，谢谢各位。